流行音乐战2013现在开始，有请大会司仪堂妹黄天仪、华少同埋我黄祖蓝。大家好嗎？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2013，在我身邊的就是第一次合作的幾位司儀啊，黃天儀、堂妹，同埋來自浙江衛視的一個《中國好聲音》的主持華少。哇，第一次見面，同大家打下招呼先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樂隊堂兄妹的堂妹，我是來自香港電台的黃天儀，大家好。线上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很荣幸来到香港参加亚洲流行音乐的盛事，也非常荣幸跟三位同行第一次搭档主持，三位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哎，香港欢迎你，欢迎！我也喜欢香港这个城市。哎，太好了，我中意香港了，好中意香港，好中意嘅，咁就得啦。今次咧，我第一次同华少合作啦，另外两位都系嘅。喺呢个音乐节里边咧，我可以话系师兄啊，因为由2011年开始咧举办到而家咧，已经系有成三年咁耐啦。喺呢三年嚟咧，见证住各地嘅歌手咧一齐咧切磋歌艺啦，而且有好多大家好少有机会可以喺香港见得到嘅偶像嚟到呢度同你哋见面。例如有啲咩咧？哇！你等一間就會知道噶啦，所以咧真係好開心，多謝全球嘅觀眾三年以嚟嘅支持，多謝曬。我都知道咧，呢三年你好想參賽噶嘛，不過咧大會咧都係請你做主持啫。唔好咁啦，堂妹，你唔好咁坦白得唔得？不過祖藍唔緊要噶，我覺得以你精湛嘅歌藝同埋親切嘅外形，一定係指日可待。同埋其實每年咁難得啦，可以嚟到現場欣賞到嚟自中港台星馬日韓七地嘅樂壇精英佢哋精彩嘅交流同埋切磋，都非常難得噶。是啊，祖藍也是全能艺人，我建议现场的朋友们为了他这三年为亚洲流行音乐节如此精彩的付出和努力，大家连点掌声鼓励他一下好吗？哎呀，真系开心啊。你看我们相信啊，只要有梦想继续去努力，我们迟早会实现我们想象当中的成功的，祖藍也是当中一样，而且我们也可以实现亚洲流行音乐一体化我们最终的目标和理想。哎呀，多謝華少，中國好聲音的主持咁樣讚我，我實在太開心了。只不過咧，今日嘅主角咧唔係我哋，最緊要咧就係今日參賽同咁多位歌手，我哋一齊去主持呢一場音樂盛宴嘅。冇錯啦，我哋要將亞洲流行音樂嘅力量發放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啊！除咗參賽七地嘅電視台之外咧，今年係仲有呢個歐洲同埋美加嘅轉播，無線 J2 台咧亦都係直播緊噶。如果你哋行下街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喺呢個全線百老匯嘅呢個零售店咧睇到噶。唔止國際化添啊，唐哥，我哋喺唔同嘅地方都會睇到我哋咧，仲更加係巨大化添啊！點解咁講咧？因為今年除咗透過電視啦，或者係電腦嘅屏幕可以欣賞到我哋今晚嘅盛事之外咧，其實我哋仲設立咗呢個嶄新嘅音樂影院平台嘅。咁啊，大家咧可以由數碼港提供到技術，同埋嘉禾院線同埋周立影嘅院線贊助底下咧，就喺本港多間嘅戲院都可以欣賞到、直播到我哋今晚呢一個盛事嘅。咁所以我哋咧係由呢個小屏幕跳到去大銀幕，可以話係越做越大，同埋我哋可以同電影院嘅觀眾咧一齊打聲招呼添㗎。Hello， 謝謝。香港就是一座熱情的城市，現場的觀眾在向電影院的觀眾們呼聲問好，因為你看，我們都在為著亞洲流行音樂而努力。不過，在這一刻呢，我想我們也不要讓他們大家等太久。無論我們在小屏幕上、大屏幕上，還是現場觀眾當中，我們都期待着儀式正式開始。就讓我們為大家來介紹今天的主禮嘉賓們。好啦，我哋有请咁多位主礼嘉宾啊，马上进行呢一个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2013嘅启动仪式。我哋先邀请香港 IFPI 香港会主席暨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筹委会主席吴宇先生嘅。香港 IFPI 香港会主席及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筹委会主席吴宇先生。跟住有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 GPS 太平绅士，有请香港特别行政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 GPS 太平绅士。然后有香港立法会议员马逢国 SBS， 香港立法会议员马逢国 SBS， 跟住系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总监古静敏小姐。为各位有请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总监古静敏小姐。
繼續有香港 IFPI 香港會副主席暨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籌委會副主席陳志光先生，香港 IFPI 香港委員及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籌委會副主席陳志光先生。感謝各位。如果我们把创意比作一种工业的话，我相信音乐是创意工业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将为我们的生活注入的是快乐和梦想。让我们一起倒数三声，让我们一起在这种屏住呼吸、尽心期待和喜迎盛世的气氛当中，共同来迎接这一年香港亚洲音乐流行节的盛世正式在各位面前铺陈开来。即管在这里做个实验，先看看哪班 fans 的感觉是最热情的，我们一起倒数一二三，好唔好？用你哋最热烈嘅声音，我哋倒数啦，由三开始，准备，三、二、一。全力发动，不停运转，象征今次亚洲流行音乐节2013正式开始啦！带动亚洲流行乐坛蓬勃发展。創造公平、良好、開放的市場環境，有賴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一直努力打擊盜版，為所有從事音樂事業的朋友爭取最大的保障，讓大家可以在音樂工業上面大展拳腳，源源不絕地生產更加多優秀的作品，實現亞洲流行音樂一體化的理想。現場的朋友，你們支持的歌手都會陸續出現在台上面的，請你們繼續你們的尖叫聲。香港乐坛新力军来到为参赛歌手打气加油，他们包括罗力威、 S1、 欧文斯、胡鸿钧、张子枫、叶慧婷、 Closer、 The Free Thing、 Supergirls、 伟鸿、若琪和 Girls Kingdom， 多谢你们。Thank you.
色力量爆发。这个时候我们欢迎在亚洲流行乐坛举足轻重分量十足的七地乐坛精英，他们包括日本 Keta、 新加坡陈洁仪、马来西亚加奥、中国内地吴莫愁、李代沫。